有团购网站同揾工网合作聘请影子 CEO， 翻五日工就有30,000元落袋。主办单位话希望透过活动鼓励年轻人瞄准事业目标，努力追逐梦想，并且向雇主传递积极嘅信息，俾年轻一代提供就业同发展才能机会。赢得呢一份港版绝世好工嘅陈家玉，本身喺银行打工，今次转做影子 CEO， 有机会同公司嘅真正行政总裁去澳门同其他上市公司倾生意，同埋出席联谊活动，商讨未来大计。佢就话今次系不计酬劳，希望可以扩阔视野，争取实践经验。香港宽频电视记者谭宇仲报道。